在吃香蕉的画面，快快！也太近了吧！王姐，王姐。战斗指数是100%，我想说落差感要大一点，妹妹超大，你冲啥？好焦的吧？香蕉照，吃焦。这一个是带出去的，带出去的啊，对，哦，带出门。后面这一个是取回家的，想得太好，美少女有多漂亮？一二三，看，哎呦，嘎达，王晴啊。很美啊，直接突袭王秦，嘿。执行官天兵吴尊就定位，我们的所有器材皆保养完毕，阴道、味道两名。这一次的林伪装突袭活动，目标王晴，准备就绪，报告完毕。你好，现在说的是我们口号是什么？不打情，不打懒，专打不化妆，大热门战力强。扫息之后开始进行任务，扫息，扫息。哼。为什么？真的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好多草！好像在那边。发现目标，发现目标，王晴，好像在野餐。真理库啦！谁明，快过来！那个目标已经出现了，他现在正在野餐，在那划手机。他在干嘛？他在干嘛？他在吃香蕉。快，赶快拍一下他在吃香蕉的画面，快快！也太近了吧？喂，好羡慕，我要当香蕉。哪来的东西？哎，他要走了吗？我们跟上去，我们跟上去。跑去那边坐了，不知道干嘛。他在写书吧？哦，本土剧女神果然有气质。我跟你讲，女生最喜欢就是回眸一笑，所以呢，等一下我会给她一个惊喜，然后捕捉她回眸一笑的照片。哎，摄影机，摄影机，快快快快快快！哎哎哎哎哎，交换交换，哎。这太瞎了吧？写书太瞎了啦！王晴，王晴，王晴！啊，你谁啊你？香蕉。我香蕉。我是张立东啊。好俏皮哦。哇。哎，来吧，一起来欢迎王晴出场。哇。指数是100%，我想说落差感要大一点，妹妹超大，你冲啥了，王晴？对呀，很猛，你跟女人身材这么好，我跟你讲，我本来不是穿这套，但是我就看到今天的来宾的衣服，我就决定赶快换，拼了，赶快，赶快调战服过来呀！啊，你其实皮还好，我觉得他平常还好。你那个没有化妆吗？没有化妆啊，真假的？你知道那时候我们真的，我们那时候拍完的时候，就是拍完之后我们就离开的时候，我们制作单位就在讨论说他一定有化妆，怎么素颜这么头发很漂亮，这一套平常很少穿上。当然不会穿呐、啊，我平常都穿很邋遢。哇，什么时候会穿出来？一级战斗服哎，这是一般对，而且是粉的，对，这只能露出，而且还是纱。除了上节目之外，还有什么场合可以穿？受欢迎啊！见见，我都不知道我这么受欢迎，好吗？那一般哦，一般你跟谁出来会穿这一套？我真的如果是一个男生，除了上去两个人出来吃个饭，你穿上那就代表后面有局啊，对啊，有暗示了。真的不会穿这样啦，周年纪念那种。好，周年庆不会，这一套在哪里买的？真的，这套在网络上买的，真假的？网络上哎，那质感很好，而且化妆师还说我穿起来比 model 穿起来漂亮。对啊，你的身材那么好，一起嘞。好，来看一下他的这个林伪装照片，对，就是那个吃香蕉那个 moment。来来，你自己来看一下，看一下，一、二、三，好香。
吃胶，哎哎哎，你说的很好，面对面也没有用啊。哎，我偷偷拍的啦，竟然弄这一张了，什么叫偷拍的？差很多哎，差很多好吗？这个就像那个那个芭蕉院那个诗啦，那个瞬间，你知道芭蕉院那个诗吗？芭蕉院什么？就什么老公去外地嘛，对，不在，然后门口种了一株芭蕉树，哦，对。然后呢，他晚上就那些风吹过来，稀稀疏疏，稀稀疏疏，就会探头出来看，哎呦，是不是老公回来了？啊，或者到晚上睡觉，翻来覆去就睡不着，就会吟那一首诗了。哎，来喽，来喽，种了芭蕉，怨芭蕉，讨厌都那芭蕉树，这个对，那个声音，然后不种芭蕉，又想芭蕉。他是想芭蕉的部分啊，没关系啦。哎，感觉很像是，真的是老公一阵子没回来。真的，他眼神有看到，眼神很万善，对，越没有爱的滋润，没有灵魂的。啊，你是怎么样？你连家里都讲你啊啊，所以不化妆很没神啊。对，就是我只要现在当艺人之后，然后我要出门之前，我妈都会说，哎。你时间快到，快出门，你赶快去化妆好吗？哪里人？哪里人？金门。金门人，真的哦。对对。然后他们都会叫我赶快去换衣服，去化妆。他说不然我看起来很没精神。哦。主要是眼睛啦，我觉得啦，眼睛啦，对，眼神，黑眼圈有。那是因为你皮肤其实状态非常好。真的吗？真的。真的。那时候我们都真的觉得哇，这皮肤也太好了。谁对谁对他的脸最熟悉？就是做 SPA 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叫他素颜去做 SPA。爸竟然人哎，帮他做了好几年都不认得，熟客，对，已经是常客了。对，常客去了大概六七年，然后我有一次去的时候就跟柜台打个招呼，我想说啊，反正我常来嘛，然后就打个招呼，我就坐旁边等。我坐了一会之后，然后那柜台就在那边聊天说，哎，王晴怎么还没来啊？然后我就说不在这。然后他们讲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没有注意到，这样很不礼貌。有七年的老客人，你知道，可能有时候去是化妆了。前两年我来那个好看的那个中秋烤肉，然后大家，然后那时候好像小青姐在那边，我们吃了，然后哦，我在那边已经去一阵子，已经烤肉马蛋松松的去，然后说，哎。小姐，那个你们怎么没有约露露啊？露露在哪里啊？等一下，姐，我在这里。Hello， 在这里。这个还好，你有去啊？你那个是私底下，我有一次是在这边录影，我也完妆了。还好，制作人 Dennis， 汉姐，这么严重，我完妆感低落。哎，我们总是最爱的人伤我越深。我后来都是完妆进三立，因为我已经录了那边录十年了。有一次想比较急，来这边再化妆，一进来也是警卫，哎，不好意思，对，我说哦，我是综艺大热门的谁？主持人谁？露露。我有次也是在楼下三立，我说我是吴尊，他说 OK， 吴尊的经纪人签这边。还三立的。记录很多艺人，没有他们拦的多艺但是哦，有我们有什么搭飞机有没有？对，啊，你名字都那么熟，而且搭的又是好了，常常搭，对呀，这个等是上了，等回家嘛，对不对？一站上去，然后我们站在那边还没对他微笑。请问贵姓？哎，哦，对，尴尬。哇，那我要毕姓吴。哎，你有戴口罩吗？对，没有，没有，林伟庄，那你素颜根本也没差。对呀，或者还要脱吗？啊，没有啦，可能同一台飞机，梅东升有上去。啊，毕姓梅，梅，他怕叫错嘛？哎呀，被认错 OK 啦，来。讨厌零到十分，你给几分落差？落差其实我觉得他的落差其实没有到很大，只有差在眼神。因为其实我觉得女生素颜跟有化妆，我觉得最最最重要的就是画眼线或眼影，因为眼神有神。这一张败笔是败在张口吃焦，对对对，吃的太深了，吃的太深了，他吃的太深了，角度什么的。而且那是第一口，就差一度。你还真会拍，很丑。零到十。我觉得差一点点，我觉得两
分到三分，这么少啊？对啊，差很少，它是差很少。我也觉得大概差三分左右，差三分，三分还惨呢。其实我也猜大概是三分这个范围，其实因为这样看还是正，因为其实状态还是正，还是状态是 OK 的。没有，因为可能也因为是香蕉，他们也觉得加分。对了，那个芭蕉有一点加分啦。宪哥的评语比较精准，哦哟，是这两个有落差的，对，好吧。这一个后面这一个这一个是带出去的，带出去的啊，对，哦，带出门。后面这一个是娶回家的，讲的太好了，对不对？你看我的嘴巴不会讲，我没有讲黄脸婆。对啊，女生私底下是舒服就做 OK 的嘛，对，好 OK 两三分，好吧，请小姐请到前面来。哎，对，你的时间来了，不用的时间来了啊，走个台步吧，美女。要啦，男人好身材就是要公平，真的。其实我刚刚心里真的有 OS， 真的。那宪哥，宪哥发现了，宪哥，你有发现你的左手边对有一双炙热的眼睛在看？对对对 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 一起来欢迎陈佑荣再走一次。